章泽天，1993年11月18日出生于南京，网络红人。2009年因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走红，被称为奶茶妹妹。曾因学业拒绝了张艺谋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的邀请。之后，章泽天因为高一荣获全国健美操亚军，获得高考加分，顺利就读清华大学。大学期间，章泽天申请赴美国巴纳德女子学院交流，刘强东则在同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。在美国期间，奶茶妹妹经常出入于哥大的摄影圈，结识不少朋友，其中包括刘强东。2014年4月14日，章泽天与刘强东的恋情被曝光，引起网友广泛。随后，刘强东与章泽天在澳大利亚举行婚礼，刘强东在澳大利亚悉尼花费上千万为奶茶妹妹购置豪宅。2016年3月24日下午，奶茶妹妹生产升级当妈妈。最近，网络上晒出了几张章泽天母亲的照片。从章泽天与他母亲的合照中可以看出，章泽天母亲的颜值非常的高，尤其是她的气质非常出众，看起来特别的高雅端庄，十分有女人味。由此看来，章泽天身上优雅的气质和美丽的颜值，很大关系上是遗传了母亲的优良基因，不得不说基因还是很强大。据说岳母只比刘强东大5岁，刘强东娶了小20岁的娇妻章泽天，真的是很有能力。